但是我们不敢走清末，万一里头有螃蟹的话，被夹住就不好了。直接把这个鸡汤给它拿出来倒。里面有火的，哎，三手鱼好好的哦，里面有个鳝鱼，就在这个鸡汤里头，有看到吧？就在这个里头啊，再给它刷出来，一个小鳝鱼，这个品种是长不大的哦。这第一个还不错啊，一个鳝鱼。这个一会儿再给它放回里头，给它埋好，改天也可以再过来收。这个呢，还没有，你给它倒出来再说。哎，这个里面没有啊，空旷如也。慢慢进，有没有？嘿，有个青蟹啊，还不错哦。这个个头应该有个三到四两吧。哇，可以哦。今天第一个青蟹，还不错。带走了。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两条死鱼。鱼都烂，我本来是放了三条，都烂吃掉一条了。给它放回去，只有那个差不多那个六月份左右，青蟹才开始产卵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小青蟹。哎，完了，这杆子怎么坏掉了？刚刚可能用力过猛，被我给拉坏掉了，可惜了。那这个是不能用。哇，里头竟然有个大鳝鱼啊！难怪这个杆子都让我拉坏掉了。看来这个花台的选手啊，这个杆子坏掉，让我想起一句什么成语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！哇，可以啊，这个鳝鱼有个一斤左右吧。今天发财了，第一个啊，这个杆子看我给它买好，应该还能用，年轻能用，给它买回去，这样子给它放好，然后里面的鱼给它还是放回原位。嘿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又是一个鳝鱼哦，竟然就在这个酒坛的外面哦，这个鳝鱼可以啊，先给它抓出来。哎，哇，跑进去了，看来只能把它捞出来，因为手不敢进去，万一里面有螃蟹的话，你就完了。直接给它倒出来。哇，里面还真的有一个青蟹，在这里面，给它倒出来。哇，都倒不出来，哎，卡住了。哎，等下这个鳝鱼给它抓走。哇，这个鳝鱼也可以哦。红红的，挺漂亮的吧？哎，活力是挺猛的哦，看到了吧？哇，今天看来是要发财了！来，给它倒出来。哇，看来这个鳝鱼跟青蟹应该在里面打架打了很久，都分不出输赢，然后这个鳝鱼才会跑到这外面来。不然一般鳝鱼，一般的话，但是一般的螃蟹的话，肯定斗不过鳝鱼。哇，看到了吧？这个青蟹看见后面的小都让鳝鱼给吃掉，最后面一个小这个地方。角度啊，去那个鳝鱼给吃掉。其实他们再斗久一点的话，肯定鳝鱼能赢，因为鳝鱼可以把青蟹给它按住，然后慢慢吃掉青蟹。这个青蟹看来运气挺好的，一条这么小的大鳝鱼，就是在刚刚那一个大的鳝鱼里面，青蟹要是跑进去，它就完了。那这么大的鳝鱼，它青蟹就完了，肯定会被吃掉。这个里面还是没有啊，这个没有。嘿，已经露出爪子了，又是一个鳝鱼哦。哇，看来今天运气还不错啊。哇，这个可以哦，有个半斤左右吧，很漂亮吧。抓走了，这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。哦，就一个鳝鱼，没有了。再给它放回原位。这个时候潮水也甚好，刚要推到底潮，然后天还没黑，那不就在这附近晒干干海吧？看能不能再抓点螃蟹或者别的之类的。这个时候回家海少，这边感觉有一个洞，跟那个是相通的。海少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多少螃蟹。
就很小，一摸就到底，这都应该没有，再找来。这边又是一个洞，来肥刀挖开，你看那都是螃蟹。哇，这个洞很深，应该说有机会捉到螃蟹啊。应该说有多少螃蟹啊。算了，嘿，又分了哦，按住它了哦，啊，这个不好说，出来吧，来吧，出来吧，哇，又是一个新蟹哦，这个头还不错哦，哇，可以啊，已经积极上前会友了，来来来，下下下下，给你带给你糊住，你想不到我的哦，哇，这只可以，大概有个三四两吧，哇，再骑一下看。还不错哦，又是一个，啊，上我来。今天抓了第一只货，这只还很大，今天抓了第一只，
是小只的，小只的我们不要，小只的换了这。我们看看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没有大脚的，这是没有脚的，估计是打架打脚都掉了。里面抓了第二只，这很大脚，这两只打架估计。捡了一只，这一边大脚，哦，也是两个，是赤甲红，这只是赤甲红，这只赤甲红，这只是赤甲红，抓了第三只，看到了，抓第三只，现在潮水又涨上来，这里又有一只，看，这只都很凶，躲在这边的都非常凶。第四只，哇！但是他很凶啊，还要给我打架，不要你了。好，这一只大概是，啊，又看到这只比较大，脚，这个小的就给他走。看一下这个石头有没有？外面一锅都一只，两只躲在一起吗？还是小的跑了不了，我们就抓这只可以，看起来挺肥的，给它一个泥巴。哎，现在又抓了六七只了，它都会躲在这种小土包里面。看这里就有一只，这只很小，很小我们就不要，哎，这么小。有一只，都是躲这小土包里面。刚才两只待在一起，这个很肥啊，还可以的。哇，有这个螺，这个螺。今天总共抓了十二只，好了。看这些抓到没？你看我干。我的发波的。我还得。清蒸，这海蛎个头很小，但是它很甜。哎呦，你看呀，这个人背上的长了一个螺，你转过来，你看，一个螺捏在背上，你看，那种的，这下面的比较肥呀。挺好吃，你能听到它声音，啪嗒的一声，这个发出来，两只，那啪嗒声是它的大脚发出来，啪嗒啪嗒声，就这个下大脚发出来，哦，手铐下去。
十多斤。过来，过来，闻一下。那它也不能吃。嗯，好吧，你走吧，不动你了。哦，这石头叶很多个，好的。这两个挺大。